Motion Control 它有很多功能，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能够重复一个运动轨迹。啊，来了，我们开了哈。它可以精准的设计摄影机的轨迹。每一回它都可以拍成一模一样的运动方式。这些是需要整个团队去演练，然后去找到更精准的一个表达跟表演方式来呈现。林默跟林夕的交叠情绪完全是断开的，就像这种一镜到底的这种戏，对于演员的要求还是挺高的。你们两个人交叉的位置要做面，就是您太慢了，就再快一点。对，好好，那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。你要每个位置走准，需要各方面的配合，因为可能不只是你一个演员。再清晰一点，我要林默多一点。希望把观众带到战场里头，穿梭在战场当中。五分钟左右的一个场地，它还需要不断的被重复同样的轨迹。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是非常冷，蓝布的后面有200个群众，穿着天兵天将的衣服，帮忙撑着蓝布。-16度的帐篷。所有的人盯着屏幕，看到一个点，过，最终过的那一条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欢呼尖叫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还是顺利的把它拍摄完成了，希望能够给观众一个新的体验。